这个之前是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有一个这个。好，大家都转过来啊！我们再对点。是这个手吧？这手。 小宅就往前钻，小宅就往前钻。规则，就是一二三四四个洞，他一会儿会说，他会说哪个洞开，你就往哪个洞钻。对，规则，来停一下，停一下，你说。对，就是他一会儿会说一二三四哪个洞开，然后大家会抢哪个洞，哪个洞开你就钻哪个，比如三号就往三号抢，然后会有人要抢，然后如果你没抢到往前钻，你就是扰乱别人，把他给拽出去。谁先钻出来，然后头两次拦，然后头进来。因为打架啦，进来以后头两次拦。对。 姐妹说不要玩这么野，不要玩这么野，有姐妹情。这个你是姐妹情。 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抗压。第一球差一点点没有进，还有打平的机会。第二球快速来，还是没有进。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的。好了。
说的这个是孔雀儿，孔雀儿是这样的。对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再看各位，眼睛是斜的。真的很会接梗哎，接梗王。没有啦，有比之前好吧？好好笑，你在旁边盯着我就是。各大聪明都锻炼出来的，真的太难了，太难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不是林大仔，也不是林中仔，我是林小仔耶。这个都过时了，过了这么多个月还在讲这个，我们非常派对是个很新潮的节目。林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美女林小宅。还是数字几排来着？三耶。哎，你这个发型专门为篮球准备了，所以说。就是打就是爆扣，我根本不是爱豆，我也是爱豆，我是商人，我不是爱豆，我是圈的，我是打工的。他下一首新歌《牛家牛家》，噔，牛家牛家。哎呀，我终于可以甩这个了，我也想甩嘛。那这样吧，二人是吧？我跟你。我跟涛仔因为互相抓在中间，我们俩一起甩，不可以。来吧，那我们一起玩，我们一起卡戴珊的那种，是吧？快点，你先。小蜜蜂要跟老虎来了。接下来两组最后一位队员来了，哎，真的还学到了几招。我先攻，不要搞些，不要搞些有的没的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一套连招啊，一个转圈，一个华丽的转身，将来。猛如虎，一顿炫，你不如翻个叉。啊，雪儿也专门说了一下，不要搞那些有的没的。是赛点时刻，宝贝。哎，你们现在的分数要不要看一下？33啊！我真的现在打平哎。他们错懒了。就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这个袋子穿上面的。来。我的字儿带。他那也太坏了，有一点太坏了。帮我把我的头帘撩起来。来，双方队员请到往后撩，往后撩，往后撩。来了。